遠くない未来、大日本帝国は中国すべてを占領する。司令官、その通りです。私の中国での任務は、それこそ大日本帝国が中国全土を占領する戦略計画のためです。軍部はすでに連絡が来た。全力で君を支援することになった。言ってみろ、どうやって君を支援すればいい？まずは河北新部に行き、実質調査を行い、司令官にはその方面で支援を願いし、私の道中の安全を確保していただく。実質考察？はあ、私の公開身分は帝国大学の実質教授です。司令官か、今回のこの考察の価値は計り知れません。よし、全力で君に支援しよう。ありがたく幸せ。是在等我吗，美女？我们认识吗？罗天强。哦，不认识啊。初次见面就这么逗我，不合适吧？可以请你跳支舞吗？不可以。这跟我预期的可不太一样。从来没被女孩拒绝过。我是觉得呢，被这么漂亮的女人拒绝一回，不能算丢人，对吧，秦英？天强，你每次都是初次见面，每次都是被我拒绝，你不嫌烦啊？那不然下次咱们俩换一下，我来拒绝你。好，那。我现在可以请你跳支舞吗？红旗军团已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实施了突围，中央和红军主力也即将进行战略转移。以后我们改在清风茶楼碰面。目前的斗争形势复杂，一定要多保重。你也是。这个山本胜表面上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但其真实身份是日本军部的高级参谋。此人这几年打着科学勘探的旗号，对我们整个华北的地质矿藏进行了勘察，得到了大量的珍贵数据。如果有一天日本人对我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就可以迅速地利用这笔数据抢夺我们的矿藏，以达到日本人以战养战的目的。此人不出，后患无穷啊。明白了，这个山本胜现在在哪儿？沈阳。请祖座放心，他和他的数据将在十天之内全部消失。话还是留有余地的好。但是祖座不是教过我们吗？做人就是要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指的是说话。怎么了？
祖座是嫌我说的时间太长了，。当老师了吗？至于这么高兴吗？那当然了，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恭喜陈老师。 怎么啦？我当老师你不高兴啊？你看这帮小日本啊，还真把咱东北当自己家了。你瞧着吧，迟早有一天把他们全都踢出去。 安谷哥，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这臭脾气也得改一改，克制一下，要不然你又要给夏伯父惹麻烦了。知道了。你放心吧，早晚有一天，咱们一定会把小日本给赶出去的。有事。 撞伤了人，还想跑？哎呦！我什么都没干啊！哎呦，跟我去警察局！哎，我没有碰他。你看看他，痛苦成什么样了，还敢狡辩？哎呦！我少爷，您来了，我爹在吗？老爷说今天府上有客人，就没来，请吧。我真的没有碰他。 跟我走！啊！求求你们！走！快走！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我真的没有碰他！我真的没有碰他呀！放开！撞到畜生了！救救我呀！你说什么？ 说什么？畜生耳朵还不好？你敢污蔑我们？我还想揍你俩呢！啊！你对我们出言不逊，就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公开抵抗。你不想活了？你们不好好在你们那个小岛上窝的，跑到这儿来瞎折腾，你们这不自个儿找抽吗？ 竟敢侮辱大日本帝国，侮辱天皇陛下！我要和你决斗！想挨揍就挨揍，还他妈决斗！如果我输了的话，甘愿剖腹。安国哥，小静啊，有的时候呢，你在街上碰到野狗，你不踢它几脚，它瞎叫啊！老梁。 这么快，都能拿刀了！放开！
小子，你要倒霉了！やっと来たか、こいつです。揉め事を起こし、俺たちを殴られた。やつを捕まえてくれ。就是你公然挑事，在你们中国人眼里，你是不是没有王法了？是他们调戏我，这个人是救我的。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明明是他们调戏在先，怎么变成我们闹事了？大伙儿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他们两个先挑事儿。对。こいつら連れて行け。はい。小子，你很有胆，但是也很有运气。行くぞ。没事吧？谢谢你，大哥。都散了吧，都散了吧。安国哥，真痛快。少爷，痛快是痛快，怕他们来找麻烦呢。老梁，小日本都是狗性子，你越害怕他，他越咬你。哎，是是。哎，今儿这事别告诉我爹啊。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刚才说我爹在家待客，谁来了？哦，是你罗伯父的公子，强哥。强哥，走。对，是罗公子来了。快回去。好啊，真是出息了。要是你爹能看到，该多好啊！家父过世的早，天强，多亏有伯父的抚养，才能够长大成人。哎。这乃夏侯爷分内之事，你不要总挂在心上。强哥，强哥，你现在还练功夫吗？小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该毕业了吧？刚毕业。毕业之后呢？当老师了，我现在功夫真的不一般。当老师了，嗯，你爹身体还好吗？好着呢。我跟你说，好了，别说了，小静，你回去告诉你爹一声，这就让他过来，咱们几个好好喝上几杯。你去多安排几道你强哥爱吃的好菜，哎，把我存的陈年老酒也拿出来。对，强哥，一会儿见。走吧。山本教授、どうぞ。お前ら休め。整理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資料が山ほどある。覚えとけ。いいか。邪魔するな。はい。我这次的目标叫做山本胜，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军部的高级参谋。这两年以来。他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对我们华北地区的矿藏进行了大量的勘查，取得了相当珍贵的数据。如果有一天，日本决定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些资料将协助日本人迅速开采大量的资源，以实现他们以战养战的目的。这也就是说，此人不出，后患无穷啊。这就是你的任务？是。我现在已经查明白了。这个山本胜就住在奉天大酒店的309房间。奉天大酒店，那里住的全都是日本重要人物，已经不对外营业了，而且
仅靠日军兵营，不好下手啊。不好下手也得下手啊。我接到的任务是务必除掉这个人。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需要您帮我弄一张丰田大酒店的出入证。好吧，不过天强啊，你们救国救民打日本人我是十二分的赞成，不过这次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爹交代？伯父，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危险的，但却也是我们必须做的，这就是我罗天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使命。哦，那你什么时候下手？明天晚上。好吧，晚饭以后我会把出入证交给你。带着我。我刚才跟你爹说的话你一直听着呢？你就带着我一起干掉那个小日本专家呗。胡闹。没胡闹啊，我一定能帮得上你忙。你知道你现在最该做的事儿是什么吗？就是风风光光的把小静娶进门。这哪儿跟哪儿啊？你信不过我的本事，你放心，就咱俩一起出马，什么狗屁戒备森严绝对不在话下。说完了。丰田大酒店我去过很多次，里边的情况比你熟多了，或许能帮得上你的忙呢。
紧张什么呀？谁紧张了？你紧张了吧？你看你这一头的汗。哎，咱们这事儿能成吗？我怎么知道？应该没问题吧？お前、俺が地質学の教授だとでも思ったか？この俺の身分は日本の軍部の上級参謀だ。来い。一つ教えてやろう。二年前、考察と装ってから河北の地質に対して秘密観察し、地質の詳細を記録した。さらに。すでに精密な数値を手に入れた。見ろ、これは金鉱、あれは銅鉱、あそこにあるのは鉄鉱、この地は旅行。2時間過ぎてから川口大佐はこの資料を取りに来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戦争が一旦勃発すればここの富は全て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になることだろう。私は後進と評価され、天皇陛下に重賞を与えられることであろう。你这是在自掘坟墓。中国人，日本人呐，
最远的一个洞。怎么样，干掉了吗？废话，我哥出马能不干掉吗？怎么样，我还成吗？哎，这是我俩哥们儿，俊杰、石鑫、强哥。强哥，两位兄弟，多谢了。打小日本有什么客气的？怎么样，这次带上我们吧。安国，听话吗？听话。这位兄弟，麻烦你在前面拐弯处把车停下。啊，你看我干嘛呀？停车。哦，安国，你不是听话吗？这强哥就这么走了？我哥是不想连累咱们。安国，今天太刺激了，要不咱们接着干。当然，不过咱们几个也干不出什么。我现在有个想法，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只要是干小日本，有什么不愿意的？对呀，我想我们去报考南京中央军校。好啊，行啊。可是老夏，你爹能让你去吗？不管我爹愿不愿意，我现在就去找他，明天晚上老地方见，不见不散。爹，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说吧。哎呀，这个你看，他小日本把咱们东三省占领之后，他们一个个活得跟太上皇似的。咱们中国人每天活得战战兢兢，您不觉得憋屈吗？我决定了，去南下报考中央军校，投笔从戎，把这帮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知道你强哥一回来呀、啊，你呀、啊、准坐不住。这么说您答应了？我答应个屁！这么大的家业，你一拍屁股就走了，留给我和你陈叔两个老头子，你心里也过意得去？再说小静怎么办呢？你上学这两年，小静哪天不再牵挂着你啊？你这才回来几天呢，又想出去撒欢去？爹，
我跟你说，说什么说？别说了，你呀，老老实实在这块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许去。爹，好，你回屋休息去吧。啊，让我清静一会儿。去吧。安国哥。怎么了你？心事重重的。有吗？没有，我一看就看出来了，骗不了我。说吧，到底什么事儿？我想去报考南京中央军校。到南京报考军校？对，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你没问题吧？脑子发热了？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得帮我一忙。什么忙？我走之后，你得有空陪陪我爹。啊，我知道，你放心吧。你什么时候走啊？今天晚上。今晚。你身上穿那么少，你总得回家取几件衣服再走吧。那哪行啊！我一回去，我爹不就发现了吗？安国哥，你报考军校，我不拦你。但我想问你一句，你毕业了还回不回来？不回来了。啊？那哪行啊，傻丫头，本来就是为了把小日本赶出东北。放心吧，除了我谁还敢要你？我才不信呢。没准你到了南京，见到那么多漂亮的江南姑娘，可把我给忘了。对哦，有可能啊。啊，你怎么这么烦人啊？不理你了。不理我了。放心吧，除了我没人敢要你。那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一毕业就必须立即马上赶回来。拉钩，不许反悔。你怎么才来？是啊，还以为你出不来了呢。以为你呀、啊。时间上判断，山本胜没有可能做出副本。很好啊，已经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任务。我们特别行动组的功劳簿上又要给你记上一大功啊！功劳簿上都快被他给记满了。国家兴亡之秋，能为国为民做些事，天强虽死不辞。很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你我都应该共勉呐。天强，谨记祖座教诲。早点回去休息吧，等待新的任务。是。拿去销毁吧，不能留半点残存。如此珍贵的资料，想必这以后对国家开发有用。全部销毁。是。这个考试啊，小意思啊。俊杰，倒杯水呗。安国，你怎么了？没事，就是有点冷。这发烧了，安国快躺下。俊杰，快找个医生。安国发烧了，你照顾他。
大夫怎么样？他感染了疟疾，就是咱们俗称的打摆子，抓紧时间治疗，这两天应该没问题。啊，一定要注意休息。哎，你们谁给我去拿药啊？我去吧。学生啊，说是为了适应特殊时期需要特招的，课程包括单兵作战全部技能。安国，要不明年再考？没事儿，我都想好了。学本事干嘛非要在学校啊？南京城卧虎藏龙，我跟哪儿学不了真本事？决定留下来陪你们，你们在学校学，我在外边练。太好了，到时候我把简历给你看，我帮你贿赂教官，看能不能让你参加一些旁听。想什么呢？那可是中央军校。不过可以试试，包在我身上。哎，我听说大报恩寺那边有很多能人，到时候可以找他练练。你们就甭替我操心了，好好在军校学习，小心毕了业连我都打不过。不可能。那就等毕了业比试比试吧。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我们要全力支持奋斗在东北的抗日军民，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他们。现在，黄河呼叫泰山，黄河呼叫泰山。七、三、八、二、四、二。泰山同志，祝贺你顺利毕业。